好，我是老秦。你们是不是非常迷惑我这个突如其来的更新是什么东西？好嘛，这都2021年了，我20年立下的 flag 现在也该拔了，所以我今天就过来永拔 flag， 先拔第一根，就是20问。好，说到这里呢，有些朋友就开始疑惑了，就是20问你不是录过了吗？怎么又要来录一次？OK，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说，因为任何的信息它都是有时效性的，那从20年到21年这个跨度之间，我的这20问也更新了。当然我知道让大家迷惑的可不止这一点，还有我身后这一片犹如结婚证照片拍摄置景的这一块红布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因为我今天穿太素了，想找一个鲜艳一点的背景来拍。当我看到这一块红布的时候，我不禁觉得这才是新年啊，都给我嗨起来。不是，我是来拍20问的，不是过来嗨的。好，我们进入第一个问题。艾怡良的 Forever Young， 汪苏泷的种子，还有泰勒斯威夫特的 Red， 最大的区别就是短发显得头发多。但是我最近还是有一点想念我以前长发的时候的，所以最近就经常戴长长的假发上舞台。所以你看嘛，长发短发不重要，反正都可以来回切换的。这也能算一个 vlog， 这顶多算 vlog 中间的一部分吧，看运气。更新是可以更新的，勤快那是必定不可能勤快的，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立更多的 flag， 谢谢各位。兄弟，你这个是两个问题好吗？跟团员连麦狼人杀这件事情我也很想做，但是呢我又怕太吵了，所以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吧。然后求赐名这件事情，赐名那是你想有就能有的吗？那得看我的灵感。这个问题我都不想回答你，你看我这一头秀发像是停止了的样子吗？20年的公演场地呢，我猜大家已经知道了啊，就线上。那今年的公演场地在哪？我不知道，因为还没通知。疫情期间待在家，我的行程都是很忙的啦，比如说什么王者峡谷里面的射手呀、辅助法师啊，都是我身兼数职呢。哎，我觉得我的形象是不是已经拉不回来了？成天就觉得我很沙雕，怎么回事？自己反省一下，不拍。张艺兴身边。哦。吃了的话，首先我肯定会给大家推荐东安鸡和宁远雪鸭，这个来永州肯定是必吃的。然后如果季节合适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个江永产的柚子，因为这个柚子呢，我觉得比我出来这些年吃到的所有的柚子都好吃，都甜，这太好吃了。那玩的地方的话其实有挺多的，但是我就着重推荐一下我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就是零陵。零陵呢以前是一个古城啊，所以说它的文化气息是比较丰富的。那我前阵子回家的时候发现，就是柳宗元文化旅游区已经建设得非常的完善了，什么柳子庙呀、小石潭啊，总之就是你在课本上面学到过的一些东西你都能在那儿看到。然后就是还有像永州八景之类的，我推荐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现在都是建设的比较好了，也是非常漂亮的。择偶条件这个就我现在没有条件择偶，不要挡着我搞钱，以后再说吧。因为马上就是中国农历的新年了嘛，所以我就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海外的粉丝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棒棒，吃好喝好，牛气冲天。哇，这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沉重的一个了吧。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了，我只是希望大家对抑郁症能够少一点误解，多一点了解。因为抑郁症在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已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症了，那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吧，而不要就是觉得啊他怎么这样，他怎么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我觉得这些话我每次听到都是觉得非常心痛的，
因为患抑郁症的朋友们，很多时候不是他矫情，不是他在逃避，不愿意面对，而是他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多去了解一下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如果你身边有患了抑郁症的朋友的话，大家一定要多多给他关心和鼓励。还有呢，如果你是正在经历抑郁症的朋友们，我希望你可以明白，那些事情问题都不在你，你没有问题，你只是生病了而已。所以一定要及时就医，按时吃药，有空的话多和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做开心的事情，好好爱护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似乎问错人了，你应该去问小 V 呀。这么说吧，我的青春期就是在台湾偶像剧的陪伴下度过的，所以我对台湾还是有挺深刻的印象的，就是一直很想过去玩。我感觉好像只要我去了台湾，我就能变成那些偶像剧中的女主角。美食的话肯定就是蚵仔煎咯，因为当年在厦门念大学的时候老吃嘛，现在就很怀念那个味道。你看我就说这个信息过时了吧，你还停留在皮卡丘头套呢，现在都有其他的头套了，什么绿蜥蜴之类的。但是不行，下一个就说个简单的，你们应该也知道的吧，就是我想把普通话练好，然后去考一下主持人证。毕竟你这个问题是2020年初问的嘛，所以你也知道2020年我出了什么单曲，是什么风格的了。迷路是一首暗黑系的说唱歌曲，了解一下。在森林里迷了路，找不进了屋，找不到童话故事里那座糖果屋。现在把地球留住，躲在黑暗中，千里望着守着面容，苍白又平庸。月亮下的黑城堡，不再变粗，古老拱火星在打造，飘逸的愤怒。我就在你的嘴角，学习了蜡烛，是那小老人在街上，下面雾不太浓。既然你的题目都写得这么清楚了，那我也只好说说2019年让我难忘的事了。没有啦，2019年让我难忘的事情不就是 TMEA 吗？张艺兴就坐在我的斜前方啊，这还不难忘，谁才能让我难忘？要是时间往后推的话，2020年最让我难忘的肯定就是这次疫情了，时间真的太长了。我因为戴口罩长出来的痘痘消了又长了，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过去吧，也希望所有人以后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好了，2021年的第一面旗已经被我拔掉了，快夸我啊！但是有一说一啊，我觉得我这一年吧，就是性格改变也挺大的。毕竟我录的第一版的20问，跟我现在录的这一版20问，它的风格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显然，我是比较喜欢新录的这一版20问的，没有其他的原因，因为不做作。好了，该结束了。其他的 flag 呢，我再慢慢的给它拔掉啊，大家不要着急。今天就录到这里了，下课起立，再见，拜拜。